我觉得这件好像穿起来的感觉是再顺一点点，它有做一点点小腰身。那像这一件的话是会比较女生一点的牛仔外套，因为它的旁边很像我们会有的那种风衣，两边的地方有做抽绳。那我现在抽绳呢还没有抽到最紧，我是这样子稍微拉一点点而已，但是它其实还可以再拉到更紧一点点，它是这样子松松的。当然拉到最松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直板的牛仔外套，就是你们拉紧之后，然后你们是可以这样子拉过去的，就是你们可以这样后面整个调整开来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后面的地方就会看起来很显瘦。然后这一件非常厚，这件真的非常厚，它里面是做这样子的，就是那一种很像毛毯的，但是这件就是你很冷的时候，你只要一套上去，你就会觉得很温暖的那一种。这种毛料就是只要一穿就会很温暖的，它是厚的哦，不是很容易掉毛的那一种哦，非常软，手袖的地方也有毛毛。它其实后面的地方有点像夹克外套的，然后帽子也是大帽子。帽子大到不行啊，这样有口子，然后它的帽子里面也都是全铺毛的那一种，还有再做一个像这样子隐藏式的。这件是浅牛仔刷色，它一样也是属于中长版。